台湾在地文化的电音三太子在舞台上热闹起舞，还有台湾传统布袋戏等精彩节目。这是在雪梨举办的台湾日嘉年华活动，主办单位表示，整个活动呈现台湾热情丰富、充满人情味的庙口文化，举办两天吸引了60,000人次前来参加。For people like me who don't know a lot about Taiwan, it's definitely to look at, I guess, the different, the dance and the costume and the art and stuff, and then also the food, it definitely gets to know the country a little bit better. 侨委会文化访问团一姿舞集表演台湾传统民俗舞蹈。此外，主办单位还以展售大街的方式打造市集，让民众从各个面向认识台湾，包括台湾优质兰花、气球、南瓜灯笼、台湾科技品牌等等，展现台湾的软实力。很荣幸代表侨务委员会率领2013年国庆文化访问团来到大洋洲巡回访演。那我们这次是由一姿舞集来担任演出。那我们希望借由一姿舞集的把台湾的一个民俗文化跟精致的软实力，让澳洲纽澳的友人能够认识跟了解台湾的文化。活动现场，台湾美食更是吸引人潮，香肠、盐酥鸡、小笼包和珍珠奶茶等等，道地的台湾风味让人赞不绝口。大会更把筹办活动募集的部分结余款捐赠给慈善基金会，台湾人的爱心是不分海内外的。